壶。灰灰，灰灰，快来订阅吧！早上好，早上好，老师。还记得我们今天要干嘛吗？为学校表演做准备。答对了，那就是小红帽。我们整个小组一起参加，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老师。但始终要记得，我们需要非常小心，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记住安全，安全最重要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我想要捡一些星星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用剪刀尖尖的，非常锋利，用剪刀要小心，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用剪刀，抱着手指放在洞里，远离前面刀片。我要去搭一个房子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在搭积木，不要吃不要吃，远离你嘴巴。要小心要小心，积木不能吃，积木用来拼搭新创意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我准备要涂色，可以把红色给我吗？接住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分享蜡笔，不要在房间随便的乱扔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分享蜡笔，我会来到身边好好交给你。画好了，现在一起玩吧。要小心要小心，走路注意脚下，如果不小心就会摔倒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和好朋友一起玩耍，记得所有用完的东西都整理好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终于到了试穿表演服的时候了，耶！大家赶紧，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在室内，如果跑来跑去可能会被撞到。要小心要小心，当你在室内，当你在室内走路要小心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在学校安全最重要，在学校安全最重要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胡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